莹莹，你现在是衡山派掌门了，还这么没规没矩的。普天之下掌门人之中，恐怕衡山派掌门最为莫名其妙了。你为什么这么说？连少林方丈、武当掌门对你也是礼敬有加，现在还有谁敢瞧不起你啊？岳不群把你逐出华山师门的事，你永远不用放在心上。衡山、华山两派向来齐名，难道堂堂正正的衡山派掌门还及不上一个华山派的弟子吗？莹莹，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苏先生他们说，你怕我一个大男人当尼姑头不大体面，所以才让他们来投入衡山派。这些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江湖朋友，要不是你圣姑有令，怎么肯上衡山受着许多清规戒律呢？你做他们的盟主去攻打少林，他们是佩服你，才来投靠你的。与我无关。哎，你在想什么？你还记得洛阳绿竹巷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你对我说你和你小师妹的事，说得那么动情。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过男女之情那么美好，却又那么悲苦，那么让人肝肠寸断。从我懂事起，就只相信自己手中的剑，可在那一天，一切都变了。我开始相信人间有真情，我在你面前拼命地掩饰自己，离开了你却又如同一个疯子。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已经顺利地坐上掌门之位，我也该跟我爹去打黑木崖了。莹莹，你好。你还记得那曲《有所思》吗？嗯。你能为我弹一遍吗？好。林小师傅，你有事吗？任大小姐，你真的要离开衡山吗？任小姐，
山妹，爱卿，我连平之下辈子再来报答你。去找，不许去找。爹，你们是要让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我岳不群的女婿在新婚之夜逃之夭夭了。娘，他不会有事的，不会的，说不定他已经得到了辟邪剑谱，在一个地方偷着练剑呢。娘，万一平之被余沧海抓住了，那可怎么办呢？不会的，不会的。林平之再出现的时候，他就不是现在的林平之了。或许，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带着所有的师兄弟们上司过崖。把剑术练好，现在离五岳剑派合并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明白吗？一定要把破解五岳剑派的剑术练出来。至于林平之，林平之就说他老家的老人过世了，回去奔丧去了。令狐掌门，昨夜我看到任小姐匆匆地下山了，我看她好像有心事。任小姐虽是魔教中人，却有着菩萨心肠，师姐师妹们都这么说。依林小师妹，任小姐是要去帮她父亲杀东方不败。我现在已身为衡山派掌门，你说我能去帮他吗？只要无愧于心，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只要无愧于心，说得好。依林，
你马上转告弟子们，就说我有一件要事要去办，请怡情怡和代为料理衡山派的事。佛祖保佑你。爹，教主，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上官兄弟，你平常也是个光明磊落的硬汉子，今天怎么说起这种话来了？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江主，这是东方不败想出来的，他让属下见到他的时候都要这么说。上官兄弟想必是说惯了啊。原来如此啊，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东方不败你想得挺美。莹莹，李狐冲呢？女儿无能，没能把他带来。哎，是啊，莹莹，我知道你的心思，你舍不得他，可他呢，却舍不得那些小尼姑。嗯，好女儿啊，以后你可要当心呐，啊。这是令狐兄弟。任大先生，任大先生，听说你要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否带上令狐冲啊？令狐兄弟啊，我们可是去黑木崖。我令狐冲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无形浪子，衡山派掌门我都做的，难道还不能帮任大先生去杀东方不败吗？好，怪不得我的莹莹看上你了，果真是个英雄啊！啊，走，驾驾驾驾。上官长老，你大功告成了，请了令狐冲回来，教主高兴得很。托教主洪福，杨总管详细指点，属下只是遵照指令行事。这就是令狐冲吗？怎么这么病病歪歪的？不会弄错了吧？杨总管，属下是亲眼看着他接任衡山派掌门的，不会搞错的。只是他被贾长老点了三道重穴，又中了属下的重掌，一年半载之内，只怕是难以恢复了。你把他打成这样，圣姑回来是要杀你头的。属下只忠于教主，旁人的好恶也就顾不得了。
能为教主尽忠，死而无憾。很好，你的忠心我一定禀告教主。哦，童百雄之流背叛教主，勾结叛贼任我行，犯上作乱，今天正要将他处死。如果本教的兄弟都像你这般忠心耿耿，何愁大事不成？好了，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杨总管。哦，且慢且慢。杨总管，这次属下外出，搞到了这18颗上好的珍珠，尽数孝敬杨总管。嗯。哦。杨总管，这次外出带去的手下，多数为教主殉职，只留下这3名护着属下死里逃生，还望请允许他们也进去拜谒教主。嗯，好吧。多谢杨总管。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有令，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及属下3人觐见。神教千秋万载，东方教主一统江湖，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叩见文成武德圣教主。上官云，你那些属下见了教主为何不跪呀？还不快跪下。日月神教千秋万载，东方教主一统江湖。童百雄，你竟敢不称颂教主的文武圣德？我当年和东方兄弟交朋友的时候，哪有你这小子？当年我和东方兄弟出生入死共患难的时候，你这乳臭小生还没出生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哼，在教主面前竟敢如此无礼，简直狂妄一击。你暗中勾结大叛徒任我行，你可知罪吗？那任教主是本教的前任教主啊，他是因为身患不治之症，才将本教交给东方兄弟来执掌。他怎么会反教？怎么会是大叛徒？任我行疾病治愈之后，便应回归本教。可他去了少林寺，和少林武当嵩山的掌门人相互勾结，那不是反教谋叛是什么？他为什么不来参见教主，恭临教主的指示？任教主是日月神教的创教始祖，他的功夫和见识不在东方兄弟之下。东方兄弟，你说是不是？你别倚老卖老了，教主对属下兄弟宽厚，不来和你一般见识。如果你身自忏悔，那么明天就在这总坛之上，当着众多兄弟的面说明自己的胡作非为，并保证痛改前非，对教主尽忠，教主定会网开一面，饶你不死。否则的话，后果如何你自己清楚。我姓童的早就活得不耐烦了，我还计较什么后果？那好，
我就成全你，拉出去杀！啊，东方兄弟啊，东方兄弟，我要听你亲口说一句话，我就死而无憾了。三年来你不出一声，老哥疑心你遭人暗算，给服了牙药啊！东方兄弟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东方兄弟，你说话呀！只要你说一句话，你要杀要剐我都认了。我倒要看看，是谁害得你不能说话！保护教主！动手吧！见了吧，这个人他冒充东方不败，扰乱我日月神教，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杨丽婷，这个人到底是谁？哼，你配来问我？你这可耻的叛徒！告诉你杨丽婷，我这回上黑木崖来就是为了收拾你这个奸徒。大家听着，此人冒充东方不败，扰乱我教，哼！我才是本教真正教主，任我行，任我行，任我行！诸位，东方不败多半早已被杨莲亭他们害死了，这位任教主才是我们真正的教主。自今而后，大伙须得尽忠于任教主。属下参见任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好。你们现在要严守上下黑木崖的通道，任何人不许随便出入。是。咱们马上去找东方不败。你们有谁知道东方不败的下落，快速报来，我重重有赏。启禀教主，东方不败并没有死。他在什么地方？快带我去。启禀教主，东方不败所居的处所十分隐秘，只有杨莲亭知道如何开启密门。杨莲亭，你快带我们去找东方不败。男子汉大丈夫，何必藏头露尾呢？大家爽爽快快做个了断，岂不痛快？东方教主举世无敌，你们竟敢去送死。好，我就带你们去见他。好。上官兄，你我暂且做一下轿夫，抬着这个家伙去见东方不败。好，走。
带谁一起来了？是你的老朋友了，他非要见你不可。你为什么要带他们进来？除了你之外，我谁都不愿意见。不行啊，我不带他进来，他就要杀了我，我怎么能不见你一面就死呢？除了任我行，还有谁会那么大胆？东方不败，你果真练了葵花宝典了吧？你进来看不就知道了吗？小心。东方兄弟，那是你吗？东方不败，这十二年来我在西湖牢底每天都在想着你的模样，提醒我自己别忘了你。果然是任教主，你可是没变多少。站在莹莹身边的那位就是令狐冲吗？不错。真是气度不凡，莹莹的眼光不错。向左使，你还不放下我的连弟吗？连弟，你怎么了？被他们打伤了吗？他们打断了我的腿。疼得厉害吗？你说呢？只是断了脚骨，不要紧的。等送走了他们，我就给你接好。哎呀，大敌当前，你跟我这么婆婆妈妈的干什么？你先打发了他们，咱们再亲热也不迟。是是，你别生气，我这就打发他们走。东方兄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伤害我连弟的，你也算一个吗？你为什么任杨连廷胡作非为？他找了个混蛋，带你任意发号施令，这你知道吗？这教内的事，都是我委托连弟办的，他认为怎么做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他要杀我，这也是对的。既然连弟要杀你，那一定是你不好。他要杀我，你就一定要杀我吗？连弟想干什么，我就会让他办到。这世上只有他一人真正对我好，我也只对他一人好。你不该以为我们有过交情就得罪连弟。
我原以为你是疯了，其实你心里明白得很，你还知道我们两个人之间有过交情。你得罪我那没什么，可是你得罪了连帝却万万不行。我得罪了他，你又能把我怎样？你也想杀我不成？这世上的人总是那么自私，对你做过一点点事情总是不断提醒你，让你时刻铭记在心。为什么他们不能像你那样对我呢？还不快快动手，难道还要让我去杀他不成？你不要急，会伤身体的。佟大哥，想当年在太行山，陆东七虎向我围攻，突施冷箭，我身受重伤，是你舍命相救。亏你还记得这些。我接管日月神教，教中长老们不服，是你手起刀落，把朱雀堂罗长老斩在堂下，从此本教之中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敢有半句怨言。那都怪我当年糊涂。不是你糊涂，是你情深意重。我十一岁时就认识你了，那时我的家境贫寒，多亏你的接济，连我父母的丧事都是你帮着料理的。过去的事你还提他干什么？我不能不提，我不是没有良心，只怪你得罪了我的连帝，他要取你性命，那我也是没有办法。佟长老，当心！东方，东方！东方不败，当年你就是为了得到这葵花宝典才对我下手的吧？任教主，这不能怪我。十二年前匆匆对你下手，只是因为你要毁了这葵花宝典。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葵花宝典根本就是害人之物，当年我练成吸星大法就是要毁掉这邪恶的葵花宝典，没想到啊，东方兄弟你却对他情有独钟，居然对我下了毒手。任教主，东方不败并非无情无义之人，要不然我也不会关你在西湖牢底而不取你性命。东方不败，只怪我当初没有早早地看出你的野心。我的野心瞒不过向佐使，在日月神教中除了任教主和我东方不败，你算是个人才。任大小姐，这几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待我很好。待你很好谈不上，
不过，我一直很羡慕你，一个人生来就是女子，已比这世上的臭男人幸运百倍。何况你千娇百媚，青春年少。我要是能和你一样，别说这日月神教教主，就是皇帝老子，我也不做。东方不败，你这个不男不女的妖魔，怎么敢跟我的女儿相比？任教主，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介武夫，出言污秽粗俗。我倒是很看重这位令狐少侠。令狐冲，听说任大小姐为了你付尽血汗，她连头也舍得割下来。一个男人有这等福分也不容易。今日要死在我东方不败的手中，岂不可惜？